40度没有鞋子真的真的很痛苦。40度没有鞋子真的很痛苦。因当事人的转述来说，民事的部分我知道他们就不常常提告，那刑事的部分的话就还是一样，就是依法程序依法处理这样子。在网络上面查的那一双大概是2000块。本所23日下午接获报案，胜利新村内商家顾客鞋子遭窃，立即调阅周边监视器比对可疑对象，已掌握涉案男子身份，将通知到案说明，并持续加强巡逻，以维护商圈安全。男子为了逃避警方的追击，竟不顾自身的安危，纵身的跳入溪水内。本分局员见状后，也随后进入溪水内，长达约1小时的追击。最终，该名男子抱头倒地，束手就擒。本分局在此呼吁，如果有闲置的厂房，应加强相关的巡视，并加强防盗措施。遇有可疑人士使行，立即拨打110寻求警方的协助。